雄联盟。别啊别别啊别别我勾一个，这维恩可挺骚啊！走了啊，走了走了，别扯淡了，这我们一级就一点用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用，我们是没用的。不过拿了个一血还可以啊，呀这积木上单，其实我早就想玩把积木了，但我们家一直都没有前排。我觉得羊刀积木应该也挺厉害的。我扎，艾克丢仨兵。舒服，安逸的很呢，安逸的很呢。中风，哎呦啊，一级血翼，戳，打不着，滴滴滴。面具再多，有什么好用？这人怎么二一级学的一技能啊？中风，划了一手，饮马打野，小心点啊！往哪走？回？大意了吧？啊，大意了吧？我大意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大意了吧，小伙子？我大意了。我大意了啊！现在该处理些私人恩怨了。我再稍等那么一秒钟，其实他也死了。稍微等一下好了，等个 W 他就死了，甩一下 W 就可以了。不过我看那艾克传送了，你知道吧？一口耳链，甩你！中风，这银马一会儿再来咋办啊？先查个眼儿吧。银马这英雄，哎呀，这版本真的。一扣耳链 ，A， 再 A， 戳 W，A 走，再戳，中风，这家伙。
这家伙万地车，这把先来个羊刀行不行？为啥不先出神话？问得好，我也不知道。艾克的英雄，他老能躲我技能，挺烦人的。他能躲我一个旋风，这波往下走一波看看啊。他干啥不杀呀？都死了吧，这又没办法了。派克死了，1200，来个皮孩。我们一换一，这倒无所谓，主要是派克他不能死，给了艾克俩人头。呀，积木被杀了，积木。啊！不戳了，上去杀鳄鱼去。好，鳄鱼回家。哎呀，鳄鱼没回家，鳄鱼不回家，鳄鱼应该是没了。啊！注意啊，别放技能。戳 W， 一过来，戳一刀 A。A 接中风平 A 死，看样这银马对我好像有想法，我这一瞅，中风打不了 A， 再 A 吃药戳，再 A 一刀，走了，回中路。这俩蘑菇还可以啊，吃了我两层塔皮。羊刀900，亚扎卡纳斯没事，我帮你划拉到他了，救了一波蓝枪。
我们就死推线啊，这波艾克他必须得回家。他如果叫人赶上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杀。这个传送我是没想到的啊。算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这位置有点吓人。真能晃啊，我操，这人真能晃。哎呀，我没想到他能无限跟我走位，这波我上当了，我大意了啊，我大意了，下波我就知道到底怎么杀他了。这小子等到下一波我就知道怎么杀这小子了。好烦啊，怎么人马跑过来了？闪现确实没必要，闪现确实没必要放，但人嘛，求生欲总是有的。为什么要放闪现呢？因为刚才这波人的求生欲触发了，有点想跑，但其实这是在想屁。艾克好难杀啊，这人特别难杀，特别猥琐。你看这人马像个犊子似的，操了你等着啊，我得去野区找他去。小崽子，我今天不上野区把他杀了。我大招是没伤害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了，这蓝我也要，生气了。家贼难防，生气了，我开始抓兵了。哎呀，老抓我。
不用杀人，我们就只刷兵，其实都可以啊。开刷。看看艾克有没有弹啊？哎呦，可以！哟，墙有点厚。给蓝枪留个三棱。三个三线千分，有点连体烟，操了这两个人。把这艾克杀了，他都五杠一了。六杠一了，我的好友们。一会儿超神了。哎，真他妈能跑啊！哎呦，我操了，这两个人真难杀呀！能扣着吗？扣不着算了吧。银马没到，可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鳄鱼死，无敌了，马上无敌啊！我告诉你们，马上无敌，我不用你出杀人书。我看你旁边没有银马怎么办啊？人真多呀！哎呀，这个人旁边怎么好多人呢？每一次都这么多人，我的天哪！还有个虚弱，哎呀，好气呀！阴邪剑，
大龙打没打？人没了，快！哎，我杀一个人马，人马跑了。我就是没有打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没旁边没有人，一直都是没人，老是我一个人在搁这孤立无援。可以啊，这回有队友了。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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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吸血吸血吸血，把他杀了，杀他一回吧。这人就盯着我杀，我这好难受啊！这要25层输了呀！我这一看呢。什么时候把这艾克给他杀一回？都是同样的奇怪。每一个特征都相当于一道变化，揭露了他们的真名。哎呦我天哪，克杀一回不容易啊，打龙来。干啥呢？我收吧你。打大龙，兄弟们，我无敌了，解气。出银血剑，无敌了。再来个暴击手套，等着乐鱼的冷酷捕猎把我秒了，还有冷酷捕猎我。我现在就是无敌，谁也打不死我，给我看住那个银马就可以了。给我点兵，给大家一个奇迹。那银马就搁后头呢，来来来来来，抓银马来。好剑。在这等他来。逃跑吧，往哪走？走，这给我一顿推呀，给我推飞了。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兄弟们，不追他，不追他，不追他，这追他干嘛？我们打大龙。对面应该不敢来了，把大龙打了，这就拿下了。
哎，跑得好慢啊，这个永恩怎么会？跑得这么慢呢？有的时候，我也忘记了这面具之后的真容。给我冷酷捕猎了。老讷鱼人儿有点多，不过我们啥也没交，那对面交个虚弱挺好。讷鱼搁这等着我，给我冷酷捕猎了。幻影之武器移动速度，我出完这个收集者出个啥呢？换了还行啊，就别没换，全死了就不合适了。这人马咱们追不上，找一找这讷鱼。哦呦，讷鱼，我的好讷鱼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、兄弟呀、啊、啊，哎我靠，跑得好慢啊，这永恩我受不了了，这移动速度跑的是真的慢啊。真的好慢啊，这跑的呀。小龙吧。把龙打了就行，我把他逼走。回家收集者，收集者出完不行，我们再来个移动速度装备吧，来个绿叉吧，这跑地太慢了。这或者我先整个秒表，来吧，我先整个秒表，整个秒表拖时间。来中团，来团啊，快快快，你们老不等我，不打团战的艾克又二十成输了。那讷鱼都捡起来了，那讷鱼你看看，亚扎卡纳的每一个特征都相当于一道壁画。这积木怎么出这玩意儿了呢？进而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。我得吸点血呀，打个红去吧，要不没事，艾克没有大了，可以上，给大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，按不了技能，直接给我控到死。
不让摁技能。看来越塔还是不行啊，我们不能越对面的塔呀。我们越对面的塔，对面不开心了吗？下波不能越塔，下波不越塔了。还行，没有大龙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们没有大龙，我们可以来大龙。这个鳄鱼怎么17级呀、啊、我天，鳄鱼。对面的银马跟艾克比我们家这个积木啊还有这个蓝枪会玩点。直接开其实是可以的，开龙吧，打龙打龙打龙，我们直接打龙。我先回去啊，盯一手。这波我们玩的稍微有点问题，大招给我空了，我天哪！我大意了。维恩闪现了，我这边要能有个闪也行，技能空了，没事，艾瑟好像能守得住啊，积木活了，别死就行啊，别死就行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推不下来，还有下波呢，别急，可以追可以追可以追，这鳄鱼可以追，把鳄鱼杀了，我得来个春哥了，增加了点我们的容错率。别死啊兄弟，先把他们家辅助给他杀了，这条大龙就是我们的，把龙打了，我们有龙魂。杀银马，好，买一赠一，跑的太慢了，这永恩不能跑快点吗？那都追不上人。哎呦，真能跑！我天哪！他们家所有人的移动速度，我感觉都比我的快，真是跑得太慢了。426，哎，为什么我的移动速度假了点啊？老炸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有病是吧？啊？是不是有病？人搁哪呢？就一顿炸我呀！就是有病，我就发现就得杀你，不杀你就不行，兄弟。
这给我打的，这干啥呀？这要啊啊！冷酷捕猎啊！冷酷捕猎，捕猎我！nice， 我鼠标都飞了，这团战给我打的，我鼠标都飞了，真的，打的我鼠标飞了好几回。拿下！翻盘了，其实我们家一直是优势啊。这不能叫翻盘了，这叫稳定拿下啊。